啊，即系1997啦，咁啊公布咗业绩，寻日股价表现唔错啦。咁啊，观众阿飞啊，佢就系有嘅，佢买入价34蚊吓，想问下仲有冇得去咧？只股份？暂时可以揸住先嘅，我觉得都仲有机会试高多少少嘅。因为一嚟好在佢买入价算 OK 啦，34蚊。二嚟就業績嗱，當然未必真係特別靚啦。咁因為過去大家都知咩事啦，疫情啊所有嘢，同埋今次即係唔係咁好，都係啲公允值因素影響啦。咁但係如果實際嚟講，我覺得睇之後咧，因為好多零售相關、租賃相關咧，都係望住嚟緊咯。咁嚟緊嗰個睇法其實會係都算係可以有啲憧憬嘅。雖然唔係話憧憬個疫情冇啦，即係冇可能啦。而家都日日都4000单、5000单咁，冇可能冇啦。咁但係所謂嘅憧憬就係嗰啲政策啦。因為你其實見到好多嘅佈局，譬如而家講緊咩紅黃碼啊，嗰啲咩隔離日數想少啲啊，咁甚至乎話打針嗰個年齡去到6个月13岁啊，咁其實好多嘢都係想為一啲嘅可能即係類似通關啊，或者係對外鬆翻嗰啲嘅做定一啲準備啦。咁所以如果例牌地有呢啲嘅動作，咁對一啲本地零售相關、租賃相關嘅都會有一啲正面嘅推動喺度咯。咁所以我諗你可以揸住佢先啦。咁同埋論股價表現上講嗱，雖然技術走勢咧佢又唔算非常強嘅，咁但係論動力咧佢又唔差嘅，特別琴日嗰棍上嚟咧。你見到其實9天 RSI 而家去翻65啊，其實係算係強嘅，因為50樓上如果係偏離得比較遠，其實意味住佢嘅動力係夠嘅。咁所以我覺得有啲機會咧，如果呢一轉再試高多少少咧，可能望翻38左右啦。我諗38邊係一個短期嘅目標位啦。如果去到嗰啲位，你可以考慮食一食股咯。咁但係我諗啦，如果你34都叫留得比較靚嘅價位咧。定翻個止賺咯，如果係止賺嚟講，我諗放翻條50天線啦，35.6啊，35.5呢啲位附近。咁如果真係跌穿翻呢位樓下嘅，咁都有個令人知落咗袋先，咁會比較好一啲咯。